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螃蟹。没错，就是螃蟹。但是你们仔细看好哦，螃蟹的嘴巴会吐泡泡呢。螃蟹会吐泡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螃蟹爱干净，在刷牙。螃蟹爱呢。螃蟹身体不舒服，口吐白沫。该不会是三吧？螃蟹喜欢吹泡泡。才不是这样呢。螃蟹在呼吸哦，螃蟹和鱼一样，也是用鳃来呼吸。当螃蟹上岸来觅食，仍然会像在水里那样鼓动嘴和鳃，不断吸进空气，再把鳃里少许的水分连空气一起吐出来，这样就会有很多泡泡跑出来哦。哦，如果鳃里的水分快没了，螃蟹